方言真的会降低一个人的颜值吗？焦恩俊一开口，二郎神滤镜全无。你好，我是焦恩俊。大家到请到擦屁球吃饭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俺是焦恩俊，希望你们到电影院看我们硬盘二。以前的白鹿高攀不起，跟我说大发慈悲给外边来一我还来请谁摘菊啊，李斌。一旦换了语言系统后，说的真的很标准，乐坛跟一头猪在图书地里光叔叔，赶紧管住，有什么话俺就打人打晕了走。好好的帅哥一说方言画风突变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，我是重庆的，重庆这儿的。看不来你们都是社会上的娃儿，那骄得很。你不能还，还不要给钱。我想大家好，老李已经飞到这边去。我今天都是饿死，我都不吃。王源、王俊凯也没能逃脱。好想有一天，我能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。不要动手。现在我六年级，那个学习把脑壳整大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好诡异啊！刘昊然一秒转换河南话。我来自河南，那我就用河南话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臭面。王博本想搭讪美女，结果美女开口，瞬间画面了。欢迎去济南出差，或者用美女长发披肩，就实在不行，我再留一电话，怎么着看我本事上。就是哪怕给打个电话，咱们一块儿就是吃个饭，我有些能请人吃个饭，我觉得都是荣幸，说的特好。女孩听听不耐烦了，把书一合，干什么？我们还是没有在那飘了吧？宋亚轩堪称山东话代言人，演员真俊，你才六十了，配什么？好家伙！不让上这儿住。祝大家闲假快乐，我是山里，我是陆毅。杨颖的台湾腔真的很机车哎！一直在一个非常时尚的森林里面走路，而且有很多包包，有很多鞋子，加上我的吉呀吉呀的头发，就让我感觉自己很酷。今年就是我21岁的生日，我觉得收到最感动的礼物就是来自我的经纪人，他又送了我一对钻石耳环，让我在台上忍不住已经哭了。